元宵节快到了，我们就提前两天把这个旋子做好，然后今天就开始摇，然后顾客有的顾客不是提前要预定嘛，我们就今天开始做了。头一天就用水泡上，泡胀以后，第二天用这个压面机，压好，就是这个元宵粉。这个元宵粉就咱们在那个在古元宵时候用，旋做出来它是软的，然后。 经过就是这个风吹，风干以后才可以手工摇，不然的话它就没办法制作。但是就这样做下不影响口感。啊，我们已经做这个元宵已经是60多年了，口味一直没有变，口味还是这个传统式的这个口味。啊，每年的这个元宵就2种馅子加起来能卖个5-6千斤呗。 你看我们做好的元宵就这样的，不软不硬，吃起来糯糯的，口感特别好。